然后原野希就比较惨了。不是，你就是因为你是单独的，就没有人要我。你是唯一一个单独的，不是没有人要你，是大家对你都非常有信心，真的。然后对大家都对你，我们无论怎么样，我们都是你最好的那个支柱，真的。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，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跳出来。我们很期待你的作品。感谢。肖队长问说谁先，咱们先排除单人的，说谁觉得自己可以单人，然后大家都指我，那就没有办法。可能他们觉得我的整体是比较能打的吧，但是这次有点困难，就是大家会问我有没有信心，然后我都会问你是指哪方面有没有信心。我对我的音乐永远都有信心，但是对于一些比赛的规则和观众的反应和现场的状况，我是没有把握的。